Hello guys, happy Vlogmas Day 8!是早上在剪影片，所以今天的午餐又是 K 先生做的，我无脸。这是之前那个去港式长餐厅剩下来的意粉、意大利面跟猪排，然后他也弄了一些青菜。这是他卤的，这超香，有那个五角、八角吗？五角，八角。哇，这卤豆干，哎，为什么没有酱汁啊？卤汁哎，这个豆干超香，我真的有一种茶叶蛋的香味，然后卤鸡腿。这应该是我做的那个葱油拌面哦，你们会想要知道葱油拌面的食谱吗？我自己做过一次之后，我跟你讲，我们两个都超爱，超好吃，上海式的葱油拌面 ，K 先生的拿手好菜，卤白菜，哇塞，超香的，这真的很台式，好香哦，那个番茄跟啊那个香味先生，还有香菇的那个炖香，我已经肚子在叫了。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午餐。那这是我做的葱油拌面的酱，然后你就煮白面条拌这个酱，哦，感觉跟外面买的一样。嗯，这其实超简单。哎，我昨天看，我今天早上看你们留言，好多人说我就烂哎，你们好棒哦，好诚实哦。我以为你们会为了面子，通通都留言告诉我们你在家做什么运动，搞不好一年只做一次而已。如果好多人留言我就烂，你们真的好棒哦。其实我也不喜欢运动，我是为了活下去才运动的。所以你们不孤单，那些经营社群的人都，然后他们身材都很好，然后都会发自己运动流汗，然后马甲线就是节饮食调控成果的照片给大家，然后就是讲求说要运动啊，然后都给大家很正面的那样。有人像我一样这样子，就是跟大家说没关系，我们就一起烂，我也不喜欢运动。我真的觉得没必要说谎啊。就是。我不喜欢，但是我会强，就是勉强自己去做。但是你要叫我爱上这个东西 ，so far 是不可能的。知道有人天生就不喜欢，所以我懂你们，你们不孤单。我们是不是就一起烂下去？不是不是不是，吃饭。这个饭话怎么说？这个卤白菜真的好香哦！给你们看看这个卤白菜，哇 ，Mr. K， 你也太厉害了吧！好香哦。
终于结束了。好，两个小时，现在下午3:30。我呢去换一身衣服，我就带你们去 TJ Maxx。我记得之前有人对我这个杯子很好奇 ，I don't need Google, my boyfriend knows everything 。这个杯子真的很酷，很多人很好奇这个杯子怎么来的。这我就是在其中 LA 的一家 TJ Maxx 买的，我记得才$3。神奇的是，我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男朋友，然后我只是觉得哇，这句话实在太帅了，就是虽然我那时候根本没有男朋友，然后就买了这个杯子，就没有想到我后来就交了男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先生，没想到他真的在 Google 工作。那个时候啊，我就 po 了这张照片，然后就有人留言说，哦，好，那你不需要 Google， 但是你的男朋友需要 Google，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回了他们说，哦，my boyfriend works in Google， 所以就是个笑话啦，这样子。好，那我去换个衣服，我们出发吧。Keeps us warm. We can spend the night underneath the mistletoe. And I've gotten you a present that I put under the tree. Tomorrow it is Christmas, the first for you and me. The snow is falling down and the storm is on its way. But as long as you're aroundEverything will be okay.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spend this holiday with you. Tomorrow it is Christmas, the first for me and you. I've longed for this moment to have you for myself in a cabin out in nowhere, just us and no one else. I've decoratedTomorrow it is Christmas, the first for you and me. Another year went by, but the difference this time is that ever since July, I've been happier than I have ever been. It's safe to say that my love for you is true. Tomorrow it is Christmas, the first for youCabin out of nowhere, just us and no one else. I've decorated everything till we're perfect for this week. Tomorrow it is Christmas, the first for you and me. Tomorrow it is Christmas, the first for me and you. I longed for this moment to have you for myself. 这棵树比我还要高。终于逛完了，我也逛了一个半小时，我也是逛蛮久的耶。好好玩哦，这里超多圣诞节的东西，逛得很开心。回家再给你们看我今天买了什么。还有by the way，我今天戴这个绿色的圣诞节口罩是不是很应景呢？我今天刚好穿这种薄荷绿的毛衣，想说戴个绿色的口罩。这个也太可爱了吧，这是哈利波特哎。然后它的背景长这样，还有一个魔杖。
我到家了，我逛了蛮久的，不过开回家大概15分钟，已经6点多了。那我很快来给你们看我今天到底买了什么，基本上都是家用的东西比较多。第一个是这个，这个是上面写 organize， 但其实上面写什么不是很重要，它就是那种放刷具的盒子。那其实我原本已经有了一个，但我发现我每一次盒子放在最里面的时候，我前面就会放电脑或是镜子，然后这个时候后面的东西我都要站起来去拿。我发现这个可以这样，它可以旋转，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个可以旋转的，我觉得这应该会方便很多。好，第一个是这个，然后再来呢也是一个这种收纳格，四格的收纳格。我的那个美甲车上面放刷美甲的刷具啊，然后那些卸甲的东西啊，都是一个一个独立放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蛮麻烦，因为我常常坐在地上，然后我就要站起来把它拿下。我像如果放在这个上面呢，我就可以一次拿放上去，然后拿下来，这个一样旋转的，而且超转的超快超厉害的，希望好用啊齁。好，然后接下来呢是哦，是一个礼物，然后这个就是蜡烛跟很可爱的一个肥皂，是一个小礼盒这样子，做得很可爱很漂亮，到时候我还会做一下包装，好可爱，像不像拐杖糖的样子，这就是拐杖糖的样子，这是那种在家穿的保暖袜，其实台湾也有卖，可我自己目前只有一双，拿去洗的时候隔天就没得穿，就一直希望等它干，所以我就一次买了一组这样子，然后我跟 K 先生都可以穿，就是一双给他一双给我这样。而且我觉得它颜色超级圣诞节，是不是很像拐杖糖，看着都觉得我想吃拐杖糖，超可爱的，而且毛茸茸的，因为在美国这边冬天真的很冷，我没有喜欢开暖气，所以我通常不太开，就很喜欢自己穿多一点。好，下一个，这个非常的可爱，我跟你讲，我在台湾呢曾经想过，我在台湾的时候一定书桌上必备就是胶带台，这种很文书很基本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美国没有看到，我甚至曾经在台湾买了胶带台，决定我要带来美国，但是最后都因为就是行李放不下，因为胶带台都很重，我最后还是把它拿出来，我想说我每次在美国就没有胶带台可以用，我每次要用胶带就要在那边捡，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喜欢，就直接让他从家里这边磕磕，然后就可以拿走了。这样，最后我就看到了这个，就是超可爱。这个上面写 tape， 这就是胶带台。我竟然在这种地方才找得到胶带台，打开给你们看。我还打开，在现场把它打开来，确定它真的是胶带台。你看，来，我拿下来。你看。它真的是胶带台，而且是陶瓷的哦，就跟那个碗的那个瓷是一样的哦，或是花瓶一样的那个材质，然后里面就是胶带。他还送我两卷纸胶带，超可爱，上面写 Thank you。虽然这不能放大的那种，那么就是这么大的胶带，但是我也有小的透明胶带，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放小的透明胶带的胶带台。然后这里一样有锯齿状，而且它整个超级小巧，然后是漂亮的，放在桌上。终于找到胶带台了，你们不知道我心里有多兴奋。好，看到之后就一定要给它买回来。好，下一个呢是卡片，这一盒是 Thank You Card， 我觉得美国卖很多这一种一盒一盒的卡片，然后这一盒里面有12个，12个都是同样这个款式。我很喜欢买各种圣诞卡、谢卡、生日卡，因为我人生当中我很喜欢写谢卡，我甚至去旅游的时候，不论去哪里出差也好，或者是去拜访朋友也好，或是我自己的旅行也好，我的行李箱永远都备着一两张的万用卡或是谢卡，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收，就是接受到一个人的帮助，然后你觉得我都没有办法回报你，好，那我写一张谢卡然后给他这样。然后就是这是我从以前就是累积的习惯，到现在我还是会一直留在行李箱里面，我就不会把它拿出来，然后如果我真的用掉，我就再补新的。所以我就是一直很喜欢买各种谢卡或是万用卡，然后就是给身边的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很多感谢要及时说出口， OK， 就像我很谢谢你们一样哦。会不会太肉麻？接下来呢就是比较女生的东西， OK， 其实刚刚那几个刷具台什么也很女生啦。接下来就是我买了，我看到，我其实我一点都不缺靴子，可是我看到就觉得什么这个颜色，我
我没有。我跟你讲，没有就是我说没有就是没有，就叫我没有。哎，你们那句话怎么讲？有一种没有叫做我老婆说她没有，这样听懂吗？就是这双白色的靴子，其实这种款式的靴子它的样板很基本，但是我有黑色的这一种比较帅气比较中性的靴子，我觉得它白底配黑色的这种鞋带，看起来我觉得有一种学院风的感觉，然后好像也比较 light， 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很常穿重色的衣服，黑色啊深蓝色啊然后牛仔裤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想要穿这种白色的靴子，它才29块钱，是不是真的很便宜？而且它零码的哦。我看到这双雨鞋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蛮好看的，因为它有这个橘黄色的车边的设计，虽然它是黑色的，可是它这个线边的设计让我觉得好好看哦。然后它又29块而已，就觉得我，然后它又是零码的，它现场上的尺寸只剩这一双是适合我的了，我就觉得不买好像有一点对不起自己哦。好，最后一样东应该是最后一样了。好，最后一样东西呢，就是一条被子。这个被子是那个 Dawn Alternative 吧？对，就是它是仿鹅绒吗？人造纤维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凡有 Alternative 的都是人造的，这样。然后它就是摸起来很像饭店的那种被子。好，以上就是我今天去 TJ Maxx 购物的开箱，小小的介绍，我购物买少也不是真的开箱啦。然后呢，如果你们有在住在美国的话，我是非常推荐去逛 TJ Maxx 或是 Marshall， 因为我觉得超好逛的。要是时间更宽裕的话，我可以逛更久。好啦，那我要去吃饭咯。Hello， 晚上7点多，还没有7点，快7点了，要吃晚饭了。Hello， 今天好像基本上就是因为我白天早上在剪礼拜六要上传的影片，是画圣诞眼妆的，然后下午就直接就 Bible Study， 然后我就直接去逛 TJ Maxx 了，所以今天没有运动，明天要打网球，好吧？虽然今天内容好像有一点少，没关系，很难每一天都过得超级无敌丰富嘛，对不对？好 ，OK， 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晚安喽，拜拜。